早晨啊，这个星期日就早啲，天未光呢就出门。今日我哋约咗早晨七点喺亚湾嘅 McDonald's 油站集合。嚟到呢度已经有其他嘅摩托车队呢喺度集合緊㗎啦。今日我哋有十堂摩托，其中有三堂呢係嚟自富勇嘅。7:20，我哋出发啦。见到座山，证明我哋已经远离咗闹市。日出啦，真系风和日丽嘅早晨啊！行咗一段路，我哋喺角冰拖休息一下，上个厕所咁。好啦，起程。出发去第一站，我哋要去国宾嘅国宾山巴鲁新咖啡山新村食早餐。初头啊，我听过名，我仲以为呢度啊系咪盛产咖啡噶，原来唔系，只不过喺百几年前咧，当时嘅殖民政府啊，为咗开发农业，种植咖啡树。由于种植不当而荒废，而啲村民嘅先祖喺呢度落地生根，而命名为咖啡山新村。由于经历咗三次嘅历史搬迁，搬到嚟呢度嘅时候就改名为新咖啡山新村。今日我哋喺村里面嘅健康饮食中心食早餐，呢度嘅生意好好啊！一大朝早已经排晒长龙。咩？呢个人冇嚟啊！呢个人，呢个面档咧有埋好多种面类嘅，有清汤啦、干捞啦，亦都有咖喱嘅。主要系佢嘅羊料同其他配料嘅种类够多选择。我哋每人攞个空碗就去入啲配料，然后就排队俾钱啦。你就要同收银嘅讲你要食咩面啦，清汤啊、干捞啊，或是咖喱咯。Yeah.多一点，一个奶粉，一个一米粉几啦？喂，啊，清汤。你半唔要镭啊？三个半啊？我哋呢个买得，收唔多5蚊嘅喎，點啊？呢個廁所出嚟啊，侵呢個，誒佢，侵到熱茶啦，俾個嘢佢。我有呢杯嘢。喂，唔該，二米水。倒咗出嚟啊，喂。係，嗰邊行啦，行出嚟。係嗰邊。喂，嗰邊。啱，二米水，茶水。呢杯嘢廁所出嚟。嗰邊啊？嗰邊。好玩型嘅事啊！好嚟咯。係啊，係人廁所出嚟。我咁啱廁所出嚟。你嘅係嗌咩啊？亲爷啊，啱。亲爷，哇，亲爷好喎，几靓啊！亲爷咧，亲爷咧，靓冇喎，好价格啊！一楼一楼。嗰个猪筋丸你冇攞到啊？猪筋丸。啊，冇啊。佢嗰个猪筋丸好好食喎，我食到好食。粉针啲啊？粉针啲系，但系我 OK 啊。而家我隔篱开了客到啦，行上食一边咯。
离开国宾，我哋会经过八都架车，前往我哋嘅第二站甲板，去睇百几年历史嘅古镇。行啲细路嘅时候，要特别小心留意啲牛啊、羊啊、狗啊、蛇啊、山猪啊、四脚蛇等等嘅，佢哋会经常出没噶。睇下有一大群牛啊集体过马路嘅。不但止要注意啲牛牛过马路啊，仲要注意马路上啲地雷啊！你唔信？牛屎啊喂！入到嚟右边有间百年历史嘅观音庙，行前啲左边嘅板屋哦，据讲孙中山曾经住过噶。呢条荒废咗嘅街就系甲板大街，可以想象到当时甲板因为石矿而繁荣兴旺，亦都因为石矿而没落噶。甲板嘅名好特别啊，呢度曾经盛产蚊木噶，呢种木非常嘅坚固，所以当时作为建屋嘅木材料。伐木业兴旺，开咗好多板厂加工，而因此命名为甲板。现今嘅甲板古镇留低嘅系岁月嘅痕迹，建筑物铺满晒树根，人气少，冇咩烟火味，就仿佛系被时间遗弃嘅古镇。幸好呢度嘅村民都好齐心，合力完成咗新村历史馆以及甲板生活文化馆。里面留低的旧家私和物品都是村民献上，大家都希望唤起人民的关注，让我们记得曾经住一个辉煌过的小镇叫做甲板。甘愿嚟到，点都要影翻张相打下卡先，之后再参观新村嘅历史馆。一入到嚟咧，左手边就可以睇到有好多旧相啦。历史馆里面嘅家私同埋家具咧，都系有原屋主留低嘅。系啊，你几古色古香，开饭咯！假噶，厕所嚟噶嘛？系咪？猪又唔得，功能好。入到嚟生活文物馆，里面有好多旧照片，记录住佢哋过去嘅生活，可以睇到当时嘅景象。呢度嘅文物啊，同埋摆设啊，好多都系啲村民留低嘅。以前我哋翻鄉下嘅時候就食過啊，係咯，哦，係咯，依家冇咯，邊度仲揾到水井啊？你以前細細個啲廚櫃啊，就依種嘅咯，木嘅。嚇？係啦，以前係用啲木嘅。哇，控制哦！
匙羹啊。哇，几大条筋哦！嗯，哇，成幅饼好靓啊，边个饼嗰度？拿督树，拿督，啲木啊，唔会乜噶，边度嗰度开朗啊 ？OK， 哇，紧张啊你？哇，嚟嚟嚟嚟，又要啊？两个，哦，我行出嚟啊！哎呀呀！哦，原来系两个。哎呀，一楼都。哎，你系趴落去。嗯，趴落去先刺嘅。临走前，我哋再转多一个圈，左右两边咧都系住家，呢度咧都仲有人居住嘅。甲板小镇虽然得两条街，但系呢个古镇咧有历史价值，依家仲成为咗旅游景点添。有经过嘅朋友不妨过嚟呢度打下卡，影张相留翻个纪念。今日太阳好猛，气温好高啊！离开咗甲板，我哋揾间茶室饮杯嘢，唞下凉先。我去咗一楼啊，直头。哎，你冇嗌水啊？食完榴莲，我哋去 Kelly Castle 嗰度打下卡。
其实呢个 Kelly Castle 唔喺我哋嘅行程当中噶，但系佢就喺路边啊，我哋仅有经过嘅。因为佢就喺路边啊，我哋只需要停一停，影张相就可以走噶啦。下次我有机会入去参观咧，就拍条片俾你睇。离开了 Kelly Castle， 下一站我们去到无边沉香山茶园。这里非常适合一家大小来参观，建议大家预算三个小时在这里参观，而我们的时间是比较仓促的，不可以在这里逗留得太久，我们只可以简单地参观一下，食支冰淇淋稍作休息咧，我哋就要离开噶啦。嚟到呢度啊，咪错过啊！记得，一定要试下佢嗰个沉香味嘅嗰个冰淇淋啊！ice cream， 沉香 ice cream 阿香你开啊？嚟啊！沉香 ice cream， 你帮我攞啲，你攞，你喺边度？我哋紧茶叶味系。冇味啊！沉香，沉香味，系落多啲。沉香味啊，等下，唔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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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快溶啊！甜又唔要甜啦，頂流工啊！佢冇裝到好啊！封咗啦，咪過期啊！以前有車載仲體驗啊！以前你有體驗 ？No feeling， no feeling 啊！哇！你哋咪呢個可以翻到嚟。
离开了无边沉香山茶园，结束了我们最后一站的景点。现在我们前往冚崩店榴莲饭档吃午餐，这里也被称之为篮球场饭档，因为它的而且确是有篮球场在那里。我们这里十三个人一张大台，我们这里叫的招牌东西，这里拱嘴那里，这里拱嘴那里金边豆腐，剛才是炸菜脯，好像是你剛才先出的是菜脯嗎？菜脯啊，魚啊，魚愛啊，好像是有，我看到有人吃魚啊，非洲，非洲啊，非洲酸辣咯，招牌咯，入邊入邊啊，聽我報數計更加你这个头会整多一点的。豆腐块。什么？这些是收碟的。有一根。根。阿姨，我准备拍照。OK。入你了。哦，黑大了。嗯嗯，翻了。YouTube 频道，请订阅、揿小铃铛，咪忘记揿赞同分享啊！